go wrong. Nice. 恭喜！呜！呜！呜！哇！啊！你好！加油！哇塞！加油！加油！啊！啊！谢谢你们的支持。不会。刚才脚一直抖。我觉得真的是 StuMax 跟 JTM 加起来这个 combination 真的很棒了。刚才速度虽然说是很紧张，可是还是有感受它的整个冲力。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飞的飞机。基本上数据方面就是照原厂 PO 的，就是JTM 老板给我的，就对了。起飞蛮简单的，我觉得最大的挑战，至少首航的感觉是降落的时候，速度比我之前飞的那个 JTM 的大机要来得快蛮多的，所以第一次根本降不下来，所以当然是这也是因为我第一次最后的降落之前转弯比较保守，不敢收速度，所以导致它直线的时候要降落的时候速度还蛮快的，所以当然是这个就是要经验去调整了，我也不敢说第二趟就把它收得很那个大转弯的时候就收得很快，可是刚才第二次降落那个样子大概是如果说有刹车就可以接受了，可是我会觉得说这一型的大型战斗机一定要装刹车了，不然的话没有刹车牺牲这跑道已经够长了，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降落，我觉得一定要有刹车，对 yeah, 所以大概是这样，基于说飞行的那个样子，我是觉得在空中 yeah, 感觉是蛮稳的，我第一趟飞是有一点点头重，可是我觉得当然也是我没有去调它，因为都已经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了，所以 yeah, 我觉得是好飞机了，谢谢，好，恭喜，恭喜，恭喜，好。